摆我讲对点啥，我就希望讲我会坚持话，女人会一个日子突破，女人会一个产业胜利，红宝关系、兄弟关系，拢会突破。突破是啥物件呢？拢会无限改变，更加进步，更加成功，更加和好，更加三听。我甲变少这个突破，突破有没有？啊，即卖我听你要甲你来过思想的一个问题。正这时阵，咱无到要找一个成功，要找一个改变，要找一个异地的性的点子啊，常常啊用正侪方法去找路来改变咱家己，改变咱的情形，甚至你找辅导啦，你找啊媒人工啦，看风水啦，甚至你会找真正侪方法，侪路来改变咱家己，甚至你找祈祷师啊，甚至你找牧师讲话，正侪情形去找。但是到底原因出大个问题？人的问题的来源，人的这个坎坷的来源的原因出在这边。在圣经古早，你看到圣经上帝那做人的证明，你在那边找出个人生的问题答案就对了。今天我讲讲，这些问题甚至所有问题，大到一个所在来。对大地被小灵生命出了问题，所以我们所找的答案，如果是会去突破的小灵生命，真正这个生活顶的问题，拢会解决。咱看会一点个吼，看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七章到个第八章 ，Genesis， 这个 2:7-8， 创世纪第二章。第七章到达第八章，这里是啥？别加利亚，别加利亚啊！我要打破，恐吓住啊！读啊，别加利亚读啊，对，读就好了啊！吓住，还没吓住，发生的。圣经咧记载上帝咧做人，安怎做人啊？要从圣经咧讲第二章第七节，要把神用地上的土做了人。注意，落来去看，将生气、一口气吹进人的鼻腔里面，伊就成了有灵。大家家咧表白讲有灵的话，不是拜啊？特别主要来讲有灵。伊话名叫做阿东，又话嗰啲东方嘅意见，列咗一个话语，将所做嘅人放到里面，第一头几多？即系所感谢都攞出嚟成嘅，咁就叫我传啲咩圣经话？咩真理？咩托法呢？叫做行垂钓，真正嘅关键，可以让晓得挖河路。生命佢出嚟徛只，睇到光學，我叫你明日睇到多少書學俾教你，我今朝聽幾多，我廿數都不是廿幾，阿妹。你話聖經記載上帝咧做人，注意啊，嚟睇下咧。上帝又話神用土做了一隻神骨，所以土為土，對唔對？人啊死啊，咁先都嚟土嘅本事，燒掉、擺掉、攞走邊度？對唔對？但这土不是外人的吼，但他们进行这个土的人变成外人的，就是上帝要我将家己的一口气，本的鼻腔内面，人的鼻腔内面进去了啥？这人很条叮当来变做一个，注意这个字啊，有灵，第一个有灵，有灵，有灵的外人名叫做阿东。那像这块，这口气本进去的呀，或者第二个分。这是都是咱的生命最要紧的部分，可能活着的，可能是顶白的，可能是好事，可能是讲话的，可能规个生命会一个活动的，可能甚至跟上帝沟通的，可能只能为神跟上帝发的。那还是话，这变化是真大的，你一个死的人，一个土人变做一个有灵的活人，是真大的变化的。
弟兄姊妹，咱看咱问题出大滴到一面，安怎咱个生活底会出问题？弟兄姊妹，遮济时阵，咱人看大面就是讲咱个代志拢解决，但是咱却唔知影讲迄个代志安怎发生。那咱常常一面吹大来解决，你出无事，你看风水，是不是？去看命，对不对？去问人讲，新主的人就去问牧师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新主人去祈祷，是不是？好的，是不是讲好的？但是听你之外，你若是讲唔知伊个问题安怎发生，你就自己解决伊问题咧，对问题有正正完全的斩草除根的解决。听你之外，我用未来图画。来，我看这个字，头先安看，人，咱个人当上帝有那一口气，有咱个身躯个点声，咱是由三项块个物件来变造人。头先就是咱个灵，第二就是咱个魂，第三就是咱个体。这三项物件变成一个活人，是不是？啥物是灵？灵是上帝本一口气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是上帝的位出来的。所以，当咱找到上帝，对不对？好像基督徒的生命的改变、的满足、的丰富、一个神交通，你无嗰只需要拜神啊，来拜上帝一人，你生命完全就透明了，满足了。有只拜只祭神，总是一个惊人，总是未满足，原因在哪边呢？因为你灵找到你的主人，但讲你灵找到主人。那咱个身躯内个一个部分叫魂 ，OK？ 这魂呢是世界每一个叮当的物拢有的，包括禽兽，包括一只蚊拢有的 ，OK？ 那这个魂是做物件呢？这个魂就是咱个生命情感，咱个思想。咱人的一个感觉，咱的知识，咱的逻辑思考，咱人的一个心里面的迄需要啊，这个在魂里面来。那你看，这个人，这个人，那所以为死的人啥，你了伊会听，对不对？你挂的伊会听，伊会讲。但是一个人呢，死起来就讲这一太挂，也孤孤解归亡病去。我讲当少人未哀声，免怕药。有一个情形，我生什么事呢？就是一来有长命件离开呢，就是伊的灵魂，咱都来对头对头形容这两字，灵魂对不对？离开啊，所以你身躯变做一个空壳，大家讲空壳。那你来讲离开的点子啊呢？你的感觉、你的想法、你的感情、你的感受、你的逻辑思考、分析能力，拢都无影，离开了。伊是离开这身躯啦，特别有地了，伊了去天堂，也是落地极寒所在，是不是？然后你做了啥物件？不灵活，一个物理个世界，比如未来单，一只狗，后面拢有感受，有感受，哦。你狗若晒阳伊，伊就讲，哎，看到你来，点子喺度，直拖拖，喂，摇地摇地摇地，是不是？那弯路地弯路地弯路，为了收伊，是不是？一猜都是伊主人，是不是？伊拄着危险，点子咧，就是讲咧，伊尴尬的危险。所以话，只狗有魂在后面了，只狗有魂在体了，又有感受、尴尬、有逻辑思考，到以后去后只。耶，我若教伊来讲啊，佮伊教一教，一只教好个教伊去栽培盆栽，对不对？因为伊有逻辑思考，伊知影讲教伊，就去培盆栽，就去养盆栽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伊有魂个部分呢？但是我为了啥物件？你欲看到一只狗 ，OK？ 一只狗啊，甲几哪只狗讲，哎，咱若需要去点哪只公安，就把只衫擦三只腰。然后你要看几只几哪只狗围在边教了三只腰，就来再去擦。有无？你去，我听讲恁阿咧阿毛毛伊咧久啊，
如果佢本来就老搞呢个俾 keep 我哋嚟聊嚟聊喎，我冇嘛，知唔知？因为乜嘢关系咧？因为欠少款隔车，但是呢冇领只过款，所以呢冇需要去除掉一个租人，第一种租人。所以我这领过一个款，睇要金价一升，佢会叮当一声，一拎一笑。但是咧，呢个领内边冇需要，有一个敬拜师，一只领。咱人无叫动物嗰种，咱叫文物之灵，系咪？万物之灵，对不对？咱其实叫咩？叫动物，咱唔想叫啦，啊？咱是万物之灵。那这灵呢，都是讲明白的。这灵呢，都是需要上帝。这灵呢，是上帝祝福的。这灵呢，会跟上帝沟通的。这灵呢，都是领受祝福的管道、管道的所在，领受祝福的所在。一路看了这些年，这个属灵的人，圣经讲属灵的人参透万事灵，属灵人，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讲这个人的灵一个关，这个人以灵命属灵的生命控制了。管理了伊个魂甲体，所以我看到这阵人，那是熟练人，伊无随便去吼。熟练嘅人，伊心内那是，伊魂内那是见哪啥物物件，咱只，伊领导管，伊就带了伊，控制了伊，可以魂嘅体无人来。然后这灵入面为上家上帝沟通，这灵就控制了伊魂。用上帝话来赐伊魂，可伊魂听话，这叫属灵人。这人咧就真少犯罪，这人就真少做唔对物件。当伊个灵管理了伊魂的点声咧，伊个体部分就受到控制，变身体身躯是一个空壳咧。要那是讲。伊个灵都头兵，可以管来控制来讲咧，即呢就是圣经所讲嘅属肉体来讲，属肉体，也是叫做属肉体，也是叫做属血气来讲，属血气嘅人叫做 flesh man。意思讲，属人咧，嘅灵命死了，缩死了。甚至有问题了，伊个魂无插伊个灵的需要，变作伊个魂控制伊个灵的东西，伊个体就出来，真正是迄个危险的物件、罪的物件、邪恶的物件、黑暗的物件。因为当你魂若是无受控制的东西，这魂的感觉自由就弹出来，这魂的向往自由就弹出来。即个魂内面的需要咧，无插进你的，就干扰了，都长出来。所以我看到人犯罪做罪恶的物件，新出的来，那是讲伫个追求的东西啊，都对一个证明。主来主上古早上帝创造亚当一种的证明，就是灵投生，都是有灵的话啦。今日咱对就对，人哋认为咱是生命含数出现咧一个问题，咱就当去解决问题，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咱问题。其实要找出咩问题发生嘅原因在哪里？含数人嘅生命会出问题，因为伊嘅魂，对不对？管袂伊嘅灵命，即个灵命即属灵嘅生命，无断地住喺内面。无找到对业主啦，所以就好多伫伊个魂里面，等伊个魂输夹到只查某，只只感觉输夹只查某，对不对？但是伊个灵无就管理魂的东西，伊就去找了，变做一个生意出来。即人个贪累，是不是？但是伊个灵内面无受到上帝真理，无管理了伊魂的东西，就出去跋筊，结果就挂了欠头，欠债，欠全世界。
私人咩話？那是當嘢本無受控制，一起行起來嘅時候，一無盡力落嚟邊。人哋之外，即叫人甚至太冷、怕冷、強固面嘅不成。所以即係叫做上晦氣啦。你話上次人新租嚟嘅，我哋改變咗。等於新租嚟嘅時候，一零隨對嘅租人。对起初捧一口气，就对鼻腔子结住了。对上帝有我心，上帝有我心，开始管理一生命。所以灵上的主教通叫做领受的 message， 收到信息，收到上帝话，上帝灵的充满。所以一生命上帝的灵两百名，上帝是圣洁的灵啊。所以呢，一生命更加圣洁。上帝的靈呢是無這個亂來的，無感染的，所以聖人背後無不再有堅定的事情。 Adultery 那上帝的作界裡面呢是叫做未生貪心的，上帝話在這個靈裡面，然後這個靈常常跟上帝的溝通，就叫上帝的人，然後這個靈就控制了他，這個不加入貪心好了。所以来到教会的时候，人会改变家庭，改变社会，改变经济，改变性格，改变脾气，改变日子，改变按摩关系、家庭关系、马甲的关系，改变是甚么事呢？因为这个人变上帝的人了，明白吗？好明白吗？明白。我用归纳的故事圣经的，好多看到甚么事，咱都会成突破咱的灵命，咱的属灵生命。等你突破属灵生命，只得一路起落阶梯，你免去找白条路。你若用了白条路，硬硬无，卖去研究，卖去看淡你属灵生命，我甲你讲，只得这物件咧，伊继续发生。咱看到一个人开始起床，你可以创世纪个只人，创世纪第六章第九七节。第六章第九七节，阿哥甲夏娃犯罪了过后，伊世世代代伫来伫罪恶，咱看就是发生啥物嘢啊？创世纪第六章第九七节，创世纪第六章第九七节 ，Genesis， 在 6:1-7， 圣经讲，当人在伊世间坐起来，就叫做生啊生惊子的东西啊。神的子看到人的子水，都随了的意思去精选出来为妻啦。这句话里面啊，你看到这边分落就来了。等阿当夏娃犯罪了，就是生了我的子，叫做该隐的亚伯，是不是？该亚伯就是等阿当犯罪了过后，伊人的家族来偷一个谋杀案发生了，就是该隐杀了亚伯，对不对？等该隐杀了亚伯咧，咁啊上帝即刻该隐赶出伊啲人，赶出伊个所在，叫另外嗰啲行条拉出来，嘿，拉到最后嘅，圣经讲乜解法啊？当时伟人啊，伟人的意思唔是讲伟大的人啊，伟人的意思是讲只凶暴嗰只，真正凶，真正残，真正恶的意思嗰只。嗱，等人嘅人数点解会坐了之后咧，嗰只条拉就是亚当嘅拉出来，就是赛特。即係西特啊，關於即啲阿伯係拉到嚟咁先，一個經為主，個經為主，個老有前車字，亦好嘅後代。但是依問題是因為人個罪性嚟改變咧，咁就啟示跌跌嚟，跌跌無常靈。冷嘅冷無常靈，咁就依款就控制，以前你同我哋講住你，依款控制依個金價嘅，哇！啲雞型嘅，你後代咧，我生出嚟走翻一隻水。一开始卖假伊家己嫁妆，伊是假嫁伊个大伯囝、查某囝来做我做暗插个面。即个大圣灵阵发生是讲到咱人直直来直直，哇！这个世界，咱人直直来直直开始无熟灵，咱人开始直直对了世界来控制咱个生命和世界来影响人，然后发生咱面个咱看就来。又話講，人既然上了晦氣，就點話講晦氣呢 ？Flash， 人既然上了晦氣，等人開始上晦氣無上靈，人就變寬啦，人寬。
上帝讲我的灵都无因万国之意来临，但是伊人是只会高达120年，意思是讲伊人开始变绝望了。啊，今晚你注意着咩？那是你灵，那是讲有问题，你行未会，你看到上帝下一个日子哦，120年。之前上帝无下一个日子，上帝意思是讲要忘乎，要搞个世世代代，因为你行伫上帝的道路上。当一个人离开了上帝，开始上世界上过去了，啥？伊开始有点啥思想又多啦，明白？点下要头啦，各有120年。那还之外，那咱个小人生命，那是突破了，咱无个行会开，无那是无来讲咱行袂开。虽然你生命暂时无好，系先出啊，但是无去解决你内心个问题，无去解决你小人生命，无去做经验，无同你做判断，只这时阵只落倒来个就冚冚个冇到啦。你明白我讲？因为你筋无独条，你魂的只济问题无解决，等你魂伫个生命大，你灵伫来伫俗世求主的人家，我个讲你魂都控制你灵，如果在家会俗晦气啦，大家俗晦气。听你听完，这个是变一世人做的，因为你生命的三个部分定掉。每有一个部分是强壮的，看是你魂强壮，还是你灵强壮。你无感觉，你亲像挖不出掉，你白生鸡，你无挖不出，了啥？你脾气真正好，只定，人只精神，诶，心灵只强壮，心灵无惊吓，是不是无烦恼的咧？当你开始无祈祷、减祈祷，还是你开始减白生鸡了，开始你做淡薄罪孽出来，了啥？对你灵的生命，伫咧伫熟悉，对主伫伫来伫陌生陌生，是不是？伫伫来伫听伫咧伫伫会，然后靠咱每一个正言，了嘛是另外一个圣经啊。另外一个圣经，咱对人一个人伫来就变无常了。伫来伫笑，伫来伫玩，伫伫来，甚至啊，真正是无好的思想，无好的物件。啊，伫来伫伫将来教会啊，伫来伫无常来教会啊，无常来亲近，管你个名，因为你有魂伫来越大啦。那等你本地来越多啊，怎样？你开始想会去的怎样？你听明白啊？对自己的教育，人类上帝可以一个定日120年，120年过后发生个代志啦，就是挪亚的怎样？洪水来将人囊中灭掉，存挪亚一个口。兄弟姊妹，今日咱个上，咱个生活嘛是讲要好势，咱日子若要改变，咱个家庭要长久无好。兄弟姊妹，咱个先突破咱个上生命，也就要大滴上生命内面强壮起来，大家好话好主，好主的话起码来灵命上生命，我咱上生命特别强壮，你敢知啊？真正借代志拢解决，免去找别个办法嘞，伊家己解决嘞。当你脾气起来以后，有啥？你是哪位生命的改变的啦？按我的观念是咩地方？是不是？我自己来点无贪心，有啥？我系叫我戒骄，有啥？是苦了最后所戒骄。来个教会，有啥？开始参加聚会，有啥？我对住我那个做教会，咁想，哎，我好个长命惊哦，运在叫运在我，但是我系无惊过去哦，我系超级中意哦。就算我那是讲话点点，你又唔要笑到夹大夹大咁样，我还是几多我一手工作嘛，工作咩歌，一手工作，哎，好攰哦。我用咩办法刀下手系计过合适，有啲成分啦。我讲，如果那是讲。感觉尖叫的东西，卡一个电话牧师，牧师到电话祈祷就回了。到今日，咱个教会领导啊，就吃三杯了，吃三十了，我们三十了，一出一杯没有，到一杯没有。但是这大部分个改变个，为什么呢？就叫兄弟，
头一帮助是已经改变了，啊，开始帮助了，伊卖会咯，就是伊，未改变改变了。伊想讲嘴讲一句话，哟，我主啊，我当下手，我咧指望当下手，但无无啥物啦。其实我知影，是我当下手，是上帝当下手，但是我做了啥物件，就是我来讲，鲁南需要较咩拍电话，因为伊可能我输啦，我输我心乱，我开始多会，我等我，哈，即几个月，几个月完啦，伊啥伊包养。他咪输嘞，因为伊个灵命已经管袂伊个魂了。等伊个身光、伊个灵命强壮了，只伊就无歪挂了。伊无挂，伊是咪存哩？啊，就像我当时我无挂了，只哎，我开始就开始行巴灯啦，行面灯，行查某，行头镜，对无？搞到又去抢，全世界抢起来我行起来，你知道？啊，抢起来全世界行，我开始有存哩，然后开始行牛，行个啦。行出来，阿妹，所以阿姊我都看到一问题啦，头家子呢，我系灵命强壮，我无想要搏，甚至金搏，我系灵命强壮，甚至无想要上机、金机，我灵命强壮嘅点子啊，我甚至我金我做错嘅物件，等我系生命想甲主人白白同行点子啊，是不是我生命点解变？等我生命离开一遍，我是不是好事？无论在红魔上、家庭上、经济上、生活，拢总是不是变得好事了？简单嘛，是不是？所以问题出在咯，问题不是出在洪水，问题是出在饲鸟，不是出在性格无安，不是出在这个经济无好，不是出在这个所在。是最大的上灵生命出了问题，所以咱行未远，所以要行远，行得远，走得快，愈到尾成大智慧上灵生命开始，愈对行得着远。阿门，阿门。第二啦，我讲何如一个正言。来證明講上帝甲你講，佢上靈聲係咪成突破？出埃及記就攞啦，出埃及記第三十一章第二甲五節就攞啦。Exodus 31 verse 1 to 5就攞啦。約伯十章ayat 1 sampai 5。出埃及記翻講聖經啊，猶華嘅摩西講看啦，猶太的太宗古尔的子孙乌利的子比撒列，我已经提伊的名调了伊。听清嘛？这个掌声呢，是上帝的气，一调旁的掌声。哎，要讲掌声，注意啊！我也以外灵创我，可以谈啥物？来讲地位，有聪明，有知识。要做各樣的工，會消出真正的超工，就是真正超工，真正特別的工作，用金用銀製造大項物件。大家聽嘛，要注意啊！這口人會成為高的人，會成為聰明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會手工的水的人，成為一個人才。成為一個天才，是從這裡開始。聖經講到底，猶華起義名，將他靈充滿他的生命當中開始的。這人有知識，我代表他沒有。反對他，那個知識會做犯罪，我想說。這世界有這麼多有智慧的人，但是兄弟姊妹，當然有智慧不好，但是到尾行的道路，你是變盲的道路。何必輸？因為伊的熟練生命靈方面減少化少，等伊的魂擺落啲伊的靈的頭頂咁上，伊的體都做出真一隻唔對物件。即句話何必輸？伊的生命改變，會成為一個好料的人，
原因就这物件是上帝灵充满，哈你话相反的，那是上帝灵充满落当只，你手所做、脚所行的，都亨通、蒙福、顺利。你做出来的物件是充满恩膏、灵力，不是干呀手干的。在请问，他们说什么？因为你灵不强。我一个姊妹，我一个姊妹，做你名单做几个，你知道？伊是标准的，台湾标准的，唔捌做几，就是伊家庭嘅情况，然后伊变名单做几个，还是真系济啊？这样我讲根本啊是归宗教，我讲根本个，呵，是不是？今年老早摆好了，我来听这样，要开始来做，开始来做是破了来做的。我有信心，我无信心来做，会听到主公行一条路，我就行一条路。但是伊做一场物件，但是祈祷来结，为着伊面粉，为着伊物件，祈祷了了，为着伊调嘛，祈祷啦，但是祈祷个是祈祷，祈祷，祈祷。我讲懂了。当今嘛，伊把它做无几年啊，但是伊个根本啊，伊名声是家己老早摆平啊。为什么？其实我接起来的嘛，唔也是老实讲，伊个比旧个旧个迄个旧个招牌较好。我家己感觉，但是伊个生意未输哦，未输。他们说呢，大家讲有祝福，有人讲有祝福，无相；有祝福，无相。哎呀，即款啦，叫我去调祝福啊，叫我去做祝福，我无事，我得到去做祝福。我再讲这个祝福，伊若有信心领受呢，伊会成就这个祝福。到位啊，即款是哪样？开样开变，要先主要要开生活，滴滴来，滴滴无相，滴滴来，滴滴加进。我不过就俾你，我不过是依人会向求，我唔想听，但是我俾佢讲听嘅嘢，唔知咩？你想俾佢听唔听？你开始有招，你开始想晦气啦，唔知啊？你不再行别门，你不再做物件，开始不顺利啦。真奇妙啊！所以啊，起码你变到做事顺利。对，要开始做对其原因的原因，上帝安怎做你？去甲上帝好好互你属灵生命强壮起来，想甲上帝神亲亲近，互上帝祝福五谷灵啦，树好叶灵长花蕊，对不对？如果在阿咪有智慧、有聪明、有知识，会做达行款的工。这叫做顺利。第三，主要咱来看，我们去介绍一下啦。创世纪第四十一章三八节到个四十一节，创世纪第四十一章三八到个四十一节。到四十一节是创世纪啊，比较厉害，把故事读完。创世纪第三八到四十一节。这段圣经就是记载约瑟甲法老王解梦解梦的过后，你看这个法老王安怎看伊？第四十一章三八节，对他讲，法老王咧对了伊的这个奴才，对我讲，上加安尼看的人注意啊，上加安尼看的人有新的领导伊的来头，我讲要去到找咧。法老王对了约瑟讲：“神既然将这个事来指示你，都看着无人会像甲你安尼聪明、安尼有智慧，你会使管理为家，好了。真正人个上帝灵充满，你知影在圣经里面看约瑟是一个圣洁人，有罪物件伊卖我，约瑟是一个谦卑的人，一个爱主的人。”拄到伫某一个环境，因无办法接受上帝的考验，甚至保持了家己的生命，忠心跟对主，
搞到一个抗战，伊将应该人人却对了上帝的话，爱伊的上帝，对主的话惊。那是种的人呢，在伊人的目睭来看就无相的。伊人有神的人充满，是不是啊？伊人就看淡。现在只管注意了这物件，如果是突破你灵的，是不是啊？你思想会通达。你消化无相，你要从我地里从林，这人个地发到我，就这就看重，真个白白咧。伊就像圣经咧所讲的，做头无做尾，徛端无徛架。兄弟姊妹，何必说？因为伊灵强壮，伊是一个属灵的人，伊想亲近上帝。军队上的一切的律例命令，所以主为开路，甚至主可以特别的地位，外人也看到这群人无相。但是嘛，真正是做咱变个头皮啦，是不是？物件拢未解决，家己的手法策略。用它了，你将会解决。可你吃这阵，哪里看你点啥？是点啥都对得上地面。可能问题是出在你迄个正面，问题是出在你不甲上帝的关系开始问题，开始破裂了，开始离开主了，你开始行黑暗路了，无光啊，你看未到光啊。我们对人情，我们都对来，他们讲蒙查，还修补个上帝关系，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，挖出我们罪一切旧账，开始读的话，念书，学主的话，成个上帝的描述，七八的上帝的生命，可以强壮起来。就哎，如果我讲这大事，我识到你生命，上帝何如超贵所求？所想的，是你目睭唔捌看到，耳啊唔捌听到，心唔捌想到的物件，发生在你生活里面。阿门。今日之外，今日我同你讲，你生活那是问题，我以前唔到咯。大起你熟人生命开始，那是人的根啊。因为这个灵的灵命已经离开上帝了，所以才发生真济无必要的问题。才会行到黑暗里，人目睭开始无光，心开始未定，手开始做错，声音开始响恶。等到到对上帝、对灵的上帝结合啦，上帝灵充满我们，充满。然后上帝话七八岁点啥，你目开始开，你心开始定，你脚步开始行在上帝内点啥，你日子开始忙碌。阿门。今日要来突破你生活，突破你生命，突破你日子，突破你关系，几项物件，你都要做嘅，你都要突破你上帝生命，因为等你。真正好事的，予你属灵生命，大汉点啥，你就行的会，大家讲行的会，做顺利，相通达，对自己有改变。这三生命，这个三种的证明，那是发生在你生活里面呢。我跟你讲，迄个就是圣经所讲，手所做，脚所行的，隆重顺利，做头无做尾，下官。无价值，凡夫所做的一切，隆重的顺利。阿门。所以啊，姊妹，不要从你做好路咯。阿门。怕怕的那个，你注意你小心些。阿别阿头听到的。